好，赶快第一口。哇，这！嗨，欢迎回来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我是金，我在今晚吃什么这个系列里面分享了很多套房的晚餐，希望可以让大家少问一次今晚吃什么。那么今晚吃什么呢？今晚我想要吃粤式春卷，最近想要做一些简单吃起来又清爽的东西，粤式春卷就在我的脑中这样，哎，吃我吃我吃我，我很清爽，我很清爽，我很简单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吃它吧。如果你也住在套房，对于吃外食也开始感到厌倦的话，就在这个时候动动你的手指，喜欢这支影片，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分享给其他的套房一族，大家一起住起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Go。今天我需要加热的食材只有虾仁和豆腐，我会把它们煎熟后，再跟其他的生菜等等一起加入春卷，这样就很清爽，又会很有饱足感。我另外会弄一个汤，因为我觉得豆腐一整盒拆开应该用不完，所以剩下那一半就来弄一个番茄蛋花汤。那就来切菜咯。准备了罗美生菜、红萝卜会夹在春卷里面，连同煎过的虾仁和豆腐，另外一半的豆腐还有番茄会跟菠菜一起煮汤。哦，还有蛋，我要把蛋拿出来，开火吧。我会先煮汤，因为汤加盖以后就可以保温，这样等一下菜上桌，锅盖打开，配合的将将好。在等水煮滚的同时，我要来准备等一下煎豆腐的调味料，就是酱烧豆腐。味淋一大匙，酱油一大匙，料理酒一大匙。 OK， 水滚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加韩式的汤包，豆腐，豆腐加了一半，番茄，等汤再滚起来，我就会加两颗蛋进去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蛋淋在这些料上面。淋下去以后，我不会快速的搅拌，这样才可以有比较大块的散蛋可以吃。看到蛋差不多都凝固了，就可以停了。关火以后淋上一圈麻油，上桌。还没有上桌了，我还要煎虾子跟豆腐。拿一颗大蒜，稍微用手压扁，皮剥掉这样子。等等，准备跟虾子一起炒。面的时候，我才要把大蒜丢进去，因为太早下去的话，我觉得大蒜没有拿捏好，可能会变苦。而且我只是想有一点点大蒜味道，我是真的要用它爆香，所以就是第二面的时候再丢就好。OK， 确保虾子整只都有变红，没有透明的时候就可以了。
最后呢是酱烧豆腐。豆腐先简单用油煎一下表面，等到第二面也上颜色以后，我就会把酱烧的酱汁丢下去，收干就 OK 了。因为我今天用的锅子有点大，刚刚豆腐在中间，汁都散到旁边，所以我就会把它移到边边，然后确保豆腐都有在酱汁里面，这样它才有在被烧。酱汁稍微多了一点，所以现在烧到豆腐有上色，其实就可以了，不用一定要等酱汁全部收干。那就 OK。最后的主角就是春卷皮，这个只要泡水就可以吃了，所以我们就餐桌见咯。咻，晚餐完成。今天准备了青菜蛋花汤，还有春卷，这是春卷皮，在家乐福买得到，而且一次很大包，又可以放很久，备在家准没错。春卷里面我会加生菜、红萝卜丝、酱烧豆腐和蒜炒虾仁。哦，迫不及待，那我们就开动。好香哦！这锅汤感觉起来，维他命 C 的超足。先来把一片春卷皮，这是硬的，听得到吗？有，应该感觉出来是硬硬的吧？我会把它泡在这边有一个平底锅里面，我放了水进去，大概沾一下就好。其实大概一秒就够了，然后拿起来放在盘子上。等它稍微软化的同时，我现在喝一口我的汤。哇，好好喝哦！嗯，那个韩国汤包里面有海鲜调味，所以这个很鲜，再加上青菜，就是真的很香，但是又很清爽。好，现在这个比较软的，看得到吗？我就来包我的春卷。超大卷哎、欸！锵锵，金家大春卷。好，赶快第一口。哇，这豆腐跟虾非常的香。虾我们是用大蒜煎嘛，所以那个大蒜的香味很赞。然后豆腐是我们刚刚那叫做酱烧的方式，也让豆腐变得更有层次。不过因为红萝卜是生的，我们又没有味道太重太重的酱去跟红萝卜抗衡，所以红萝卜的味道很明显。我现在要来加一些酱，我们来试试看胡麻酱还有韩式辣椒酱配上去是什么感觉。现在是胡麻酱，我觉得任何的蔬菜加胡麻酱都超好吃的，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。胡麻酱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这也是在好市多买的。好市多好像有蛮多牌子，但是我喜欢这个，我一直都是买这个。菠菜，好嫩。菠菜我没有煮太久，因为要是太久的话，它就会黄掉、老掉，看起来不好吃，吃起来也不好吃，因为会比较苦。再加一些什么？这真的很赞哎！
下一个我们来试韩式辣椒酱，直接挖一坨出来。请问有要备胶吗？这辈子？也是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大叔胡麻酱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沾很多吧，因为我怕会很辣，所以我就沾一点点。要是你敢吃辣，沾多一点，它的味道会明显很多，就可以当那个揍你一拳的那个味道。而且加它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要加泡菜进去会更扎。不过呢，我的泡菜吃完了，所以今天没有办法吃给你看。菜蛋花汤加胡麻酱，超好吃！怎么会这么奇怪组合？这真的超适合夏天很热的时候准备的晚餐，因为它又快又方便，吃起来真的会觉得很消暑。例如说夏天大家很喜欢去烤肉嘛，这个也可以在旁边备着，而且烤肉都是肉，这边做一个素的春卷，比如说豆腐还有美人菇等等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超清爽超健康。下一片泡水，就算洗过我还是会再检查一次，太不想要吃一些怪东西进去了。这次我红萝卜不要加太多，超大个，超大春卷。这个韩式辣椒酱加多一点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没有想象中的辣，还是说我吃辣真的进步。这样一口里面就有一个豆腐，一个虾仁，生菜和胡萝卜，哇，这么大包春卷，我其实吃两口就饱了。
一口，我办法塞下去吗？这么大个。哇，才吃两个大春卷，现在就很饱了，但是不会觉得胀或者是腻或者是想睡觉，因为大部分是蔬菜嘛，豆腐也是豆类，超级推荐给因为天气吃不下的人，或者是想要控制饮食的人。小时候我很不喜欢吃春卷，因为外面的春卷都会包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。现在长大自己玩，夹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哎，我超爱哎、欸，自己可以吃，跟朋友聚餐烤肉可以吃，合家欢乐也可以吃，因为让小朋友自己手做，他们就会很忙，不会吵你这样。一定要试做看看。那接下来我就去洗碗了，洗碗就是截图时间，也不要忘了喜欢这支影片。订阅我的频道，还要分享给其他的套房一族，大家一起住起来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